他也可以讲员工报告。现在到入岩登山报道处，务必要用身份证才能办理自动报道。前面是云龙吊桥，好美，这里打招呼，打招呼。我很对，我们来了。这边休息吧，不要进入。抵达乐乐山屋。知道了，我们以前的乐乐住在所。这里是鱼女瀑布，现在来到桂冠住宅所。经过了七八小时的漫步，我们终于来到观高坪。早上走这林道非常的舒服，都是缓坡，虽然有几处崩塌点，但是小心通过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往这边我们要前进到今天的宿营地观高工作站。毛地黄大爆花，啊，这边是停机坪，这边准备要盖山屋了。抵达了观高工作站。哇，这边附近也是开了好多的毛地黄。今天住第三栋，最后一栋。今天是6月26日，现在是5:30。我们现在观光工作站要前往今天的目的地，先经过八洞湾古道，然后到八洞湾山本山宿营，再拜阳金矿山路。要前进哦 ，Go Go Go， 耶、yeah ！强哥，强哥，李姐，出发！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
现在来到小溪营地，这边啊有活水源，取水很方便。加油加油！乌龟乌龟慢慢爬，爬呀爬呀过沙河。我们从小溪营地上来之后，要往八通关山，有一个很近的人说要走最近的路，所以我们选择从小溪营地上切到八通关山西峰跟三岔路的连线上。眼前这条路一直陡，他妈的陡，继续走。妈的！选择要走这一坑，这条陡深的路，那位健康的人是谁？举手。好吗？现在上来到这个八通关山西峰以及八通关山三岔路的这个连线上，往右边啊，这边就是西峰了，很容易，很近就到了。然后往这边呢，我们前往到三岔路，然后重装放下之后，轻装上八通关山。现在我们在要上八通关山的三岔路口，准备上八通关山。你现在看到的不是月亮，不是月亮里面有一个嫦娥，而是我们的伙伴已经在八通关山脚点上了。Go， 准备继续出发了，大概几分钟就到了。来吗？好，准备集合了，要人追成功了。从三岔路口经过十几二十分钟持续努力不懈的攀爬，我们终于来到了八通关山。从八通关山下来都是下切啊，我们也只会切到八通关古道上面。现在从八通关山下来到这个古道路口，我们刚说是几点下去？接下来这边是往修姑坪，
看大水库的方向啊，我们往这个方向，往中央金矿山屋前进。从八通关山登山口，要往中央金矿的古道上，一路顺畅啊。要前往中央金矿山屋的路上，会先经过巴奈伊克山屋，这个山屋蛮破烂的，一般不太会在这边住宿。哇，要发了，要发了，要发了！这个金菇啊，金光闪闪嘛，哇，哦，碎碎碎，看到了都要发了啊！来来来，大家都发。前面有碧绿的水跟瀑布，来看一下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很漂亮，很清凉。很想下去，啊，我想下去泡个澡。啊，还是要先到中央金矿山路。12点抵达中央金矿山屋，啊，太爽了，爽爽爽，天气又好，路况又好，哎，中央金矿山屋，从中央金矿山屋要往白杨金矿山屋的路上，比较陡峭。这段路正常大概要3-4个小时，不过也还好，蛮凉爽的。要抵达中央白杨金矿山屋前，有这个石板屋啊，很特别，好特别的石板屋。前面就是白杨金矿山路，哦，快2个小时，终于到了，哎，白杨金矿山路，今天里面都是动物大便，可能有的山友离开。没有关门，里面有大便臭死了，当志工把地板洗一洗，耶，爽哦，清洁溜溜，耶。我们在白杨金矿山屋有一个山友志工在洗水桶，非常的爱心工，来看一下镜头，哎，挥挥手，黄胜茂先生 ，YouTube 叫什么名字？黄胜茂。黄胜茂，请支持、点赞、按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水那么脏。哦，这个真的很脏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个是一个有爱心的山友。嗯。记得哦，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洗完的成果。噔噔噔噔，来宾掌声鼓励，耶！白杨金矿山屋旁边的这个山洞呢，就是以前挖金矿的地方。啊，现在都已经废弃了。我要装水。看起来有点神秘哦。第三天，马博横断，早上5点，现在正前方就是义山群峰，好，我们准备出发往马博拉斯山屋前进。今天途中会经过秋姑峦山，祝一切顺利。
我们现在来到秀姑坪，往右边这边呢是往大水库山，那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要往秀姑南山啊，往前继续直走 ，Go。美得不得了，危险路段注意安全。好，我们到岔路口了。这里是山吗？啊，距离秀姑峰山0.7公里，距离马博拉斯山路4.4K。来，往这边上，加油！在秀姑峰山上面可以看到大水库山路，这感觉太美了，多漂亮的山啊。终于抵达中央山脉第一高峰秀姑峰山耶、yeah. ！超漂亮，出大景了。开秀姑峰山，现在要往马博拉斯山路前进。帮秀马一只，这里马博拉斯山路还有3.4公里。从啊秀姑峰山下来。整个都是玉山、云柏林，满满都是。
真的很壮观，很漂亮。比较讨厌的就是很容易卡包。看前方这个，全部都是玉山岩玻璃，太壮观了，而且都是纯铝，纯玉山岩玻璃，不得了。水不？纯粹玉山岩玻璃，超级漂亮。再搭配这个绿色地毯啊，哇，走这个路太爽了，太爽了，爽到不知道怎么形容了。啊！终于来到马博岔路口喽！往左边走，到我们马博大师山路，还有0.6公里，600公尺。这一段的玉山岩坡特别的漂亮。前面就是马博拉斯山屋，非常的漂亮耶。前面这位美女躺在这个吊床上，好舒服哦，感觉好像粽子把它绑起来，肥油还很多，你看这个屁股，肥油满满啊。你不觉得很像 SM 吗？啊！好玩，好玩。马博山路后方这一片也都是玉山岩柏林，哇，这边展望非常的棒，绿草如茵呐。好像来到公园一样，只是这公园海拔3000多、啊。哇，在这地方野餐，超赞的！哇，还有无敌的山景，这没有来真是可惜了。虽然来一趟不容易啊，可是绝对值回票价，所有的辛苦都值得。哇，这展望这么棒，这个草皮啊，好像修剪过的，平平整整的。现在是早上5点，马博横断第四天，准备前往马博拉斯山和巨本山。现在从马博山路回到三岔路口，等一下就往马博拉斯山前进。这边网络信号很好，可以在这边报平安。天气不好，路过马博拉斯山回程的时候再来拍照。往屈盆山前进。
啊，200公尺。加油！200。哇！盆居山大草原，现在来到居盆山第94座白岳完成。前方马博拉斯山，在一片云雾之中，如梦似幻，像水墨画一样。从居盆山走到马博拉斯山，终于抵达了，啊，够远，陡升大概700公尺吧。有想你了吗？几点？哦，啊，成功了。现在在马博拉斯山山脚点，飘着雾雨，还是很有仙味的，美如仙境啊！虽然没有出大景，但是已经很高兴了。1:48回到马博山路。今天是马博第五天，现在凌晨4点，准备出发前往马布谷山路。现在抵达乌拉孟断海前方，天还没亮。现在通过乌拉孟断海第一段，今天天气状况不是很好，都是雾雨，带有强风。前方就是乌拉孟断海的第二段，
经过一天多的愁云惨雨啊，终于出太阳了。路过玛利亚公路山北峰，高3,400。路过玛利亚纹路东峰，可是没看到基石。玛利亚的山，我的第96个白夜登顶成功，赞！可以啦，反正动手就是这样子，12个小时。一类的哟。终于出太阳了，啊！数不清的山头，终于来到了玛利加南山屋了，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住的地方，我们要推到马布谷山屋，所以休息一下，吃个午餐，还要重新再出发。今天肯定是一个艰难的一天呢。准备离开玛利加南山屋，继续往马布谷山屋前进。现在在前方的是塔比拉断崖，现在又是风又是雨，等一下要小心的通过。三处踩点比较狭窄，稍微留意一下强风，就是怕刚好你走的时候啊，强风刚好吹过来，把你侧风啊，把你吹倒。
前方就是马布谷山屋了，这是一个漂亮的山谷，太美了。这个和大水库山屋有得比。这就是我们马博横断第五天住宿的地点，马布谷山屋。我们从马布谷山屋环视周围的环境，真的太漂亮了。马博横断第六天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大家都在准备行李，强哥的空拍机准备好了。今天我们要到35K 公寮扎营。现在从岔路前往马西山，0.5公里。43。现在来到马西山了。感谢。来到马西山，我的第97颗白叶成功。原来是。路过克西帕南西峰，展望也是非常棒的。现在是往克西帕南山的路上，我们已经快到山脚点了。我们选择重装上来，就是不想走回头路，而且上来坡度也算平缓。哦，今天出大景。克西帕南山。我的第98颗白叶成功。从克西帕南山远眺新康山。
就像女王的皇冠。到底到底，太美丽了。从科西帕拉山下来之后，这是轻装上来的路，因为我们是重装，所以我们直接往左边这边下切。现在来到了太平谷岔路口，还有2公里，往下切就是太平谷。现在下到溪沟，前面这边很棒哦，我靠，你可以坐在石头上当仙女一下，帮你拍张仙女照，哇，等一下看仙女啊，拍仙女。看一下这个溪沟是不是美极了，太漂亮了，而且不是一处哦，到处都是这样子。现在来到干沟了，稍微有一点雾，哇，那边雾都上来了，仙气飘飘。啊，终于抵达太平谷。仙气冲，走出一位仙女。用飘的。哇，这个水鹿的骨头，这边应该很多水鹿啊，到处都是水鹿的大便，好漂亮，跟足球场一样。再来这边扎营，哇，太棒了，这一大片绿草如茵，足球场嘛。现在走在这个溪沟啊，都是大石头，下雨天路很滑，所以要很小心。
从太平谷下来，现在接到林道了。一路上好多蚂蟥，还好带了消毛精油。前面这只就是蚂蟥，吸血大蚂蟥，躲在这个草丛上，等待人家走过去就附在身上了。耶、yeah.。到发电机了，前面就是35K公里了。下雨天超湿滑的。今天晚上的营地35K公里，嗨，又是下雨，又是蚂蟥。我们幸福的家在这里，耶、yeah! 哦！这简直是在逃难啊！蚂蟥辛苦一天，明天要回家了。耶、yeah, ，吃好料，住好住我的大床，想念我的大床。今天早上收拾行李打包，经过昨天的风雨蚂蟥的侵袭，希望今天一路可以平安。下山，晚上几点多起来？七彩啊，七彩的，七彩蚂蟥。我看到给它截成两段了、啊，毛哥给。毛哥来搓汤圆来。搓汤圆。来，现在我们毛毛先生为大家来示范如何搓蚂蟥。不是如何玩蚂蟥，哎，玩死它。玩死。谁叫他们吸我们的血，然后给它干。来。一二三，来看一下，死掉了，因为另外一半掉了，断了两段了是吧？对呀，一断了，掉下去，来来来来，成两段了，恭喜蚂蟥断成两半，真是真男人啊！哦，天，行程第七天，天还没亮，4:30，准备出发，要下山了，希望一切都可以平安顺利。这树啊，可以啊，稍微可以抓。下了大崩壁以后，往西的上游看，可以看到玉林桥的遗址，那桥柱还在这边。现在我们还要再继续往下切，要继续下切。终于抵达中平林道19.1K 接驳车停放的位置，感谢山神，让我们平安下山。虽然过程非常的累。
蛮值得。恭喜宝哥马博二度成功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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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文，哈哈哈哈，我大了，我好厉害啊，拿可乐还是啤酒？拿可乐是啤酒，我真的很厉害，亲一个，参加，爱你啊，辛苦了。小鱼宝宝成功，小鱼好厉害，恭喜荣哥完成宝宝，强哥来了，强不强，穿拖鞋走马步，哇太厉害了，哎呀我也准备，来都很现有了，马步七天六夜成功圆满，耶、yeah!